各位同學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嚟到金紫荊廣場，前面呢一個金色嘅雕塑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送俾香港特別行政區嘅禮物，叫做永遠盛開的紫荊花，係為咗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於1997年7月1日成立嘅。咁我哋而家咧就睇下紫荊花後面嘅國旗同埋區旗啦。因為今日咧就落雨，咁所以咧其實冇做到呢個升旗儀式嘅。但我哋好明顯可以睇到兩支旗杆咧，一支比較高，一支就冇咁高。比較高嗰支咧喺右手邊，係用嚟掛國旗嘅；而左手邊嗰支就係用嚟掛區旗。请肃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如果同學有興趣，都可以同爹哋媽咪一齊嚟喎。